艺人任容萱与李国毅2013年一起出演电视剧《我的自由年代》，以90年代大学校园生活为背景，深受观众喜爱。昨天，任容萱在社群晒出了演员群的合照，掀起观众一波回忆杀。照片中除了男女主角任容萱与李国毅，还有姚淳耀、孙启君、李嘉文、陆正熙等人。任容萱还特意挑选《我的自由年代》片头曲当贴文的配乐，并写下。缺席的翁姿曼则在留言现身，几人时隔10年再度重聚，让粉丝们兴奋表示。